川儿。好。少了你。好。不是，大家好。出。他是弟弟，你找我干啥？出出出。找我干什么？没事。上次第一个采访的呢？没有。没事。哥，你们先叫儿子吃个房饭，拿工具去看看。儿子。回家没收拾你啊？他敢收拾我吗？又洗又吹是不？春儿咋样？昨天喝的？春哥昨天听说没少喝呀。这么潇洒？这个真不行，得换一下。这个先拆，我拆完一会儿上备料库取备件去。行，你们先找，抽根烟。拿出去。哎呀，我也点一根去。抽我这，领导一会儿找咱俩谈话，想我咋说呢？有啥说的？厂子效益不好，肯定让咱滚犊子。咱俩真得想想，拿到钱自己干点啥。把桌子擦一下。那你说是？嗯。今天组长找我谈话，说下个月就把我裁了。妈呀！就裁你啊？你答应了？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，人家说啥我都办。劳务都给裁了。你那单位也没啥可说的，他们说能给4万块钱补偿款，
我想到时候在阳光小区那边堆个小卖货。嗯，等钱来了再说吧。别上火啊！吃吧。嗯，你跟我爸没事别出门啊，太冷了。嗯。下周我爸过生日，我俩就过去了啊。嗯，好。怎么呀？嗯，下周咱爸过生日。我问你，你说有个同学叫啥松来着？他家打家具的，你想着不？武松啊。啊，他家现在还打不？想让人给人整张小床呗。不是你这才仨月，现在整是有点太快了。那你不得早点整？那玩意儿不得有味儿，得亮亮啊。你快问问他，先问问。行，我明天问问。你现在问这些干啥？手机呢？谁呀？怎么？看看去啊！把强盗这是？哎，你咋来了？这不接电话呢？这，手机落该位了，进屋坐会儿。不对了。王全找我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我给你送这个来了，前段时间剩点烟花，你留着放啊。想不想我不知道。谁呀？我嫂子大同。同啊，进来坐呀。不对了，嫂子，我又送点东西。我不扯了啊，我走了啊。滚犊子！狗拉！喝酒别开车，有代驾。能不能不雇佣了？干啥？哎，这仨月了都，是不是能整了？不行，你还捅坏了。大夫说三个月就行了呀，咋的？不行啊？流产了咋整啊？不行，干啥？我求手机去。都几点了，求手机，赶紧睡。个人。不是，我是难受，我出去冷静一下不行啊？你爱干啥干啥。
小偷在里面呢，你给我下去了。你带块石头。不是，小偷在里面。你俩撒手！你偷东西，我凭啥撒开你？谁偷东西了？不是你偷，你跑啥？不是里边人偷东西，我没偷东西。你没偷那一堆东西是啥？跑！扔里，扔里跑，扔里跑。起来，我起来。不是，我真没盗窃，我没偷东西，你们就不能相信我一下吗？那东西不是我偷的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那跟我俩有关系呗。没说跟你俩有关系啊，兄弟，我家里有媳妇儿，我媳妇儿都怀孕了。年轻人啊，能不能学得聪明点？不是你俩啥意思啊？你俩可别坑我。坑你？我俩长得像坑你的人吗？哥们儿，我跟你们说实话。我下个月就被裁了，到时候会有一笔补偿款，我真的犯不上偷那些东西。有补偿款？补偿款呢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要犯事儿了，被厂子给开除了，你可是一分钱都得不到啊！这没有眼力见呢。咱哥俩这么帮他，他现在还想不明白。你这干啥呀？赶紧给我拿！给我拿过去，拿过去，拿过去。给你俩买烟抽吧。偷东西啊？卖多少钱啊？干啥？
跟你说个事儿。别说了，不行。我被开了。啥？被开了。快点儿，你磨叽啥呀？一会儿你去了，别吱声，我主要说。不想去的。叫叔叔阿姨好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你好。厂夫人呢？开会去了。哦。嗯。您不用忙了，我们不喝了。喝点啥吧。这事儿你找我啊，也没用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偷的。那是谁偷的？指定也不是我们家川干的，对吧？那这指定是保安没抓着人，让我们顶包呢。在这儿，那川平时是啥人，您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厂长啊，这个事儿您高低给使使劲啊。这事儿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下，我也不相信是大川干的。就是。但是你们空口无凭，没有证据啊，我们不还得照章办事儿不是？那你们报警了吗？脸都没看见，报警有啥用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厂长，我这怀孕了。川儿这次被裁了的话，我们家真是挺困难了。这几万块钱对您来说可能不算个啥。厂长，这个是我们一点心意。这样吧，大川没事你就去墙下蹲着吧，发现了小偷就报警，抓着人了，补偿金一定给。哦，那行啊，那行啊，行。爸爸，手机没电了，充电器呢？嗯，走，跟你走。那厂长，我们不打扰了，我们先走了啊。你们就走啊？啊，走了，谢谢了啊。啊，不坐了，不坐了。今天没上班啊？知不知道谁偷的？我要知道谁偷的，搁这儿跟你扯淡。就看着那三轮车。你也是贱，你没事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不是，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？媳妇儿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他咋说呀？
没说啥。哎呀，这给你一天上午呗。哎，我看我能不能捎个人啊。师傅，哎，上哪儿啊？到那个客运站去吧。20，太贵了，10块钱行吗？油我都合不上，20。那我不做了。10块钱我白烧你得了。上哪儿啊？羊肉锅烧汤好了。谢谢。嗯。我这一上午挣那俩钱儿，全是你给我吃的。我还能吃呢？再吃你自己掏钱啊。你少喝点啊！你等会儿开车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前两天我不看见王全了吗？这小子现在江浙那边倒倒小商品，整挺好。我打算吧，年后过去跟他一块干。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啊？我也不会卖这商品，我们去干啥去？学呗，那谁他妈下生就会啊？再说了，就凭咱这关系，到时候给你弄个店长当，是不是跟你媳妇平级？我当店长，你当啥呀？我肯定是董事长助理啥的。董事长打手啊？滚！哎，去不去啊？就去你媳妇那个浴池搓澡，我看就挺好。不能去，我媳妇怀孕了，我咋走啊？我怎么打扮呢？快说。难受啊！嗯，难受。哎呦，这点酒让你喝的，别吐我车上。雪糕好吃吗？嗯。嗯。哎呦。川儿，咱俩出去那事儿，你再合计合计呗。说吧。好吧。
谢谢啊。哎，大姐，您这是招工是吧？啊，招工。一月多少钱啊？千二。啊，谢谢啊。走吗，大娘？爷，哎，你这车要卖啊？啊，我的车要卖，你想买车呀？啊，没有，我就问问。你这车开多少年了？我这车开五年多了。开五年多了？哎。咦，你这儿有名片吗？给我留个名片吧。有。你要要就打这个电话。哦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没事。你不冷吗？不冷。馋猫，我给你打下手。金红，和你爸唠唠嗑去。哎呀，我帮你吧。姐夫，你别看我玩，你看我玩不好，跟爸唠会儿去。爸，那个烟自己拿走。工作挺好的、啊，工作挺好的。您身体也挺好的吧？挺好。哎呦，哎，你们俩过来把桌子整出去吧。菜上全啦。快坐下。弄这么多菜。好没？来吧。咱们祝爸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还有人吃吃菜。爸，吃块肉。来。爸，你在原单位现在说话还好使不了。好使个屁！都是群白眼狼。那你以前那些手下都支持不动了呗？咋了？你有事儿啊？别指望回求他们，没有，这不闲唠嗑吗？别跟你爸聊这些，对，说点别的。我准备过阵子把对象带回来。行啊，早就想看看他咋样了。对，带回来看看。嗯，你搞对象了？比我想漂亮多了。我见过绿茶婊。什么婊？姐，你咋总这样说他呢？我就问你，你这一个月工资够花吗？妈，他这俩月是不是跟家要钱了？哼，哪有你懂事儿啊？姐，我处对象有你啥事儿啊？我是你姐，你说有我啥事儿啊？你咋能这样冲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过得不好，拿我撒气啊？你说啥呢？我咋不能说了？我就说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就说。别吵了。
我和你妈还在这儿呢。我过生日就听你们两个兔崽子吵吵。哎，行行行。啥的这是阿宇啊？我俩生了大气。你有啥你不知道啊？大川，哎爸，不是我说你，就你那点工资，你们俩人还行。孩子生出来行吗？四方对你好不好？就你那老房子，人家二话不说就把你住了。爸，我那房子被评为文物了，现在还拆不了。你别说这些，四方马上就生了。他是妇幼保健生啊，还是什么医院？将来你们买学区房啊，还是什么房？你得想明白了。爸，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我这手里还有20000块钱，你用的先拿去用。这不家里还这玩意儿吗？爸，我又怎么？爸，我们今天来啊，是给您过生日的，嗯，不是来管你们要钱的。谢谢您还能想着我们。内蒙大糕点，今年新出的，小点啊。他不买我的一样的玩意儿，傻逼，馋逼，没事他们上我这泼了。你说啥呢你？说他妈你了，你扎肠啊？非得把你家瓜子啊？咋的了？你嘴放干净点，你骂谁呢？骂你们了，怎么的？你再骂一句。别他妈动我东西！你给我捡回来去。对呀，自己捡去。快点，给我捡回来。自己捡去，没人捡的多。好。你再骂一句。爸，你怎么的了？爷，爸，你怎么的？走来，哎，别打，别打了。
你们别打了，要打上别的地方打去。我摊儿你赔啊！操你妈！你给我等着你，有事别走。兄弟，对不起了啊！以后吃啥东西，过来拿。大姐，我拿一条鱼换您斤肉行吗？换不了，给我送货，挂不了。两条呢？我刚从江里打上来的。鱼倒挺好的。啊，对。换一块吧。好，谢谢啊。换一块吧。快洗衣服的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快点，都是贩卖海滩。完了，姐有，有韭菜吗？这有韭菜，来一把。咱等点儿。行了，就这些吧。就这些啊。剩下多少钱？嫂子，太冷了，快进来，快，把这给我。今儿啥日子，请我们吃饭？这不是想你们了吗？喝点热水不？不喝，不喝了。一会儿直接喝酒的。哎，咋样？大船上那事儿有着落没呢？着落啥呀？上哪找去这人啊？哎，大船上？厨房呢？忙啥呢？你说忙啥呢？下午抓鱼去了。有鱼啊？我个人看看去。我瞅瞅啊。来，进屋，进屋，太冷了，进屋。我看你吵啥呢？吵啥呢？哎，吵你呢吗？这不，你跟个蛋似的。嗯，进屋吧。嗯。喂，宝宝，这儿啊，你走吧。妈，这水都凉了。甜甜，我去拉活儿，俺俩出租车司机，别老怼我，给我堵那儿了。说啥呀？说抢他饭碗，那我能惯病吗？让我全撂倒了。少惹点事儿吧。哎，你多大岁数了，加点小心。姐，看这架势，他俩今天得喝高。喝吧，喝完住这儿吧。哎，住这儿。现在酒都不敢喝，怕塞牙缝。喝水塞牙缝，喝吧，给你倒点。霍儿啊，嗯，咱去看会儿电视啊。看电视？嗯。嗯。走，慧儿，正好跟你说点事儿。你俩抽烟吧，憋半天了，赶紧。谢谢嫂子，来点。看我媳妇儿多懂事儿。
性子越好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上人家偷东西去，把人仓库门撬开了，把书跟报纸啥全拿出来偷人卖了？那我能忘吗？当时咱不就为了二两猪头肉吗？然后主人发现之后，完就追着你往那边跑，然后我就回去偷去。然后他反过来又追你，我回去拿的。你傻逼整蒙圈了。是。你说啊，那会儿天天酸菜炖土豆，想吃啥都没有。现在也挺好。哎呀，想吃啥能吃。哎，你当时用啥离开厂子？哎呀，几个月不发工资，那我搁啥活呀？后来实在没招，我跟我哥们借6万块钱买的车，我得养鸡啊。要我说，你也别瞎合计了。年后咱们就走，找王权，咱能挣点钱，对吧？年前呢，你就随便干点啥，先顶顶。真的。我媳妇儿咋办啊？在家呗。我那是亲媳妇儿啊。我那是后媳妇儿啊。哎，别合计了。你干啥去啊？干啥？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劲抽。我媳妇长得多带劲呢。是吗？我咋没发现呢？你看看。你俩有病吧？我媳妇长得也老带劲了。拉倒吧，看你媳妇长狼娃的。嫂子，大川说你长得狼娃的。你说你别跟他瞎说，我说佳慧的。说我呢吧？二哥，你说谁呢？反正没说你，怪你呢。好喝不？那行了吧。我一撂下筷子就饿了呀。哎呀，我再来两口，你儿子饿了。哎，姐，要不给你热热去吧。不用，这都没凉呢。尝尝凉的。哎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要抓着那小偷，我他妈挖个坑给他埋了。我帮你埋。你俩厉害的，那钱咋的不要了呀？买这买那。嫂子，嫂子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劝劝大川儿，让他跟我出去？不愿意去啊！啊，真打算天天蹲呐？你俩日子过不过了？来，我男人现在心里怎么憋屈的，那谁也理解不了。喝点酒挺好。还以为能哭呢。
哎，咋的了这是？你听见了吗？阿姨，您车还卖不了？多少钱啊？还挺累呀、红英姐的车你买了？啊，对，我买了。你也是残疾人？是不，腿被撞了。哦，回去就开这个呗，能干一天是一天。行。啊。对了，姐，我问一下，你们平时上厕所都在哪儿？这么说吧，你准备个小盆儿，小便就在车里，大便憋着点吧。你看那个。谢谢您啊，明白了。走不走？我还有事儿接个人儿，你坐他车吧。小伙子，拉活我走了啊。哎，好嘞。走啊。您上哪儿啊？上中市场。平时多少钱？5块钱。行。
老公，车咋了？哎，水箱坏了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啊，那这样吧，我拉你去修理铺吧。哎呀，那多不好啊，又耽误你时间。没事啊，等会儿啊。哎、那谢谢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老哥，我那儿没绳，你那儿有绳吗？有绳，用你的。老哥，你平时去哪个修理铺啊？咱别上修理铺了，修理铺太贵，咱上废品站吧。那个废品站再找找能用的。行，那我也不知道路啊。嗯，这样，你开我车，我开你车，我在前面引路。行。伙子，到了，到了啊，到了。来，下来吧，帮我把绳子解开。哎呦我去！行，看看这绳放哪儿啊？给我扔车座上吧。啊，小伙子，太谢谢你了。没事。耽误你时间了啊。行，您忙去吧。水箱啊，有水箱，我给你找找啊，你帮我找找啊，我给你找找，哎，哎，你找啊，啊，我上趟厕所啊，去吧，往后啊，离远点，哎。大哥，哎，这零件是你们这儿收的呀？这零件我这可不收。这玩意儿不便宜，咋不收呢？不便宜不收这个。你知道是哪儿收这个吗？你上那边，那边看看吧。我是不收这个，就看看去吧。那边，啊、去吧。行，谢谢啊。哎、好了。收零件吗？啥零件啊？这个。你有多少啊？你想要多少啊？不收，你到别人家看看吧。
老公啊，你用啥魂不守舍的？啥事儿啊？媳妇儿，嗯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在一废品站发现我们厂的零件了。那你咋知道是你们厂的呀？我们厂的零件我能不认识吗？那你认识你能咋的？你要干啥呀？我合计去那儿蹲一段时间，没准能发现点啥。哎，咱能不能商量商量？咱能不能消停的找个正经的工作？你这老开这种车也不是长久的事儿啊。所以我合计在那儿蹲一蹲，没准能发着贼呢。那你这要蹲多长时间啊？最好抓到他为止。那不挣钱了？我这现在没挣钱吗？我不挣着呢吗？我就合计隔三差五去那儿蹲蹲，万一要抓到贼了的话，补偿金一拿，这事儿就完了。你也不用隔三差五了，你就一直搁那蹲着吧，你就蹲那儿吧，你也不用挣钱了，咱们就喝西北风吧。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抬杠啊？我跟你抬杠的吗？那当初你为啥要管那闲事儿啊？那贼是你说抓就抓着找着的吗？那你自己能干啥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不是你现在说这话有啥用啊？你以为我想这样啊？我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你去抽手机。你那天晚上就应该跟我整。你干啥去？我挣钱去。有人吗？有事啊？我这有这种零件，你要吗？不要，你上别人家去吧。走吧，门给我带上啊。你怎么还搁这儿呢？不让你走吗？滚滚，赶紧滚，快点。
嗯，你是机械厂的，后来让你点了。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哥们儿，这事儿跟你是没关系，我就是想找他俩。你不知道他俩把我害得挺惨的，我就合计他们俩什么时候再过来的话，你就告我一声。不是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说你是卖这东西。我不告诉你了吗？没人上我这卖这玩意儿，你赶紧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别这上我这磨磨唧唧。我告诉你了，没人上我这来，没人上我这来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听我说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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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这玩意儿不白帮。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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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告诉我他俩什么时候来，我给你5000块钱。你到底干啥的呀？来，过来，把手印摁上。身份证给你。下回他俩来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记得把钱带上。下回他俩来？他俩来吗？他俩刚走，这玩意儿我们也不敢一次收太多。哎，别追了，追你也追不上。人走错了，钱点儿给。给你妈。咋整啊？要推你推，我可不推。你说咱俩一起推，你不能在这扔着啊。这推回去那能成吗？哎，三条子。哎，上马路去不去啊？跟你说话你咋不吱声呢？你瞅啥呀？你认识我呀？谢谢啊。来了，哎，挺冷的吧？服务员，两份炒饭。你点好了，都点了，点了啊！不要了，服务员，这都刚点的。服务员，来个炒面。哎，最近咋样啊？还那样。我不想干了，我当爹了，我想给孩子积点德。咱这不啥人都放过的，你怕啥呀？你懂啥？你个光棍儿！你懂，你懂。哎，哥，走，哥，这可浪费稀碎呀！哎哎，电联吧。咋的了又？没结账呢。行行行行行。
钱不够，给我拿点。站好了。啊。老板，钱搁这儿了啊。好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你是刘33号车主吗？啊。你是残疾人吗？把拐拿下来走两步我看看。不是你们谁呀、啊、我们谁？你看看我们谁。这边知道是谁了吧？啊，你这车被你举报了，走吧，跟俺们回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走走。嫂子，你别生气，别上火。大川这么做不也都是为了家好吗？我没生他气。啊。嗯，咱走啊。走吧。啊。要不然明天我还是去找一趟我爸爸。睡吧。烟忘带了，赶紧匀几根烟，等下次来的时候，给您带包中华。谢谢了，谢谢您。小汽车就算了吧，别在那面儿又出点什么事儿。
夫咋说的？大夫说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得多休息。那有啥呀？怎么的了？这是？嘉庆把咱家存折偷偷拿出去炒股了，现在给套牢了，没剩多少钱了。是你给他存折不吗？不是啊，不知道他是怎么翻到的。这光不嘟子玩意儿，人呢？昨天一宿没回来，电话关机，微信他也不回。这要作死，他这是要。爸妈，你儿媳妇怀孕了，我就没带她来。儿子最近干啥都不顺，不知道为啥。爸，你咋了？你干啥去了？上啥火呀？这套牢也不是赔了。苏佳倩，你是人吗？自己家里钱都偷，你咋不抢银行呢？这股票上涨翻好几番呢。你打我干啥？你找我打你干啥？你非得气死是吧？那行情好一天好几万呢。你这种小散户是玩股票的吗？你干啥去？你们等着我抓紧回来啊！苏佳倩，你再不作妖，我过年我都打死你！败家玩意儿。王八犊子玩意儿！你来了，哥们儿。哎，哥们儿，这谁呀？哦，这我铁子。钱拿来了吗？啊，拿来了。钱是管他借的，然后他不放心，就过来跟我一起看看。进来吧。来。人啥时候来啊？先把钱给我。啥意思啊？不是你不能骗我吧？我骗你啥呀？这么大买卖搁这摆着呢，我还能骗你啊？还是钱揣兜里面舒服啊。
哥们儿，钱都给你了，你说吧。昨天来个人，说今天晚上他们能过来，我估计这个时候应该是偷着呢。你确定吗？八九不离十吧。那上吧。你俩要干啥？过来。对。都好了。把信条给我。把钥匙给我。走吧。别动啊。没动动啊。去。咋整？去堵吧。看见没？就那三轮车。确定吗？当然确定了。要不咱报警吧？钱局长，来个人赃并获。咋还停那儿了呢？今天这是多少啊？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咱们也吆一下子。都给我得了。你要敢吆，爹都给你。
行吗？先跟吧，跟他们到老挝。知道我们什么人就敢动手，有没有仇？没有兄弟，叫李大川，我他妈被你们两个整开除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不长进。哥，真不是我想坑你们，是他们，真跟我没关系啊。你该我兄弟40000块钱，今天把钱还了，我放你走。能不能还钱？哥。我媳妇刚生完孩子，我不想进去，我真不能进去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钱我慢慢还你，我真的慢慢还你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。我他妈有老婆，我老婆也怀孕了，你们那么坑谁？你为什么要坑我呀？我真不想坑你们啊，真的。你看，不信你看。这是我媳妇，这是我孩子，我求你们，你放了我吧，你俩放了我吧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只求求你们了，嗯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李大川，他骗你的，你别上当。走啊。我操！媳妇儿，我这过两天再走呢，这么早收拾他干啥呀？早收拾完，早利索吧。你咋的了？没咋。
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回咱妈家，把身体养好，把孩子生下来。还有清明节的时候，给我爸我妈烧个纸。知道，放心吧。等我那边稳定了之后，挣到钱了，就把你们娘俩接过去，过好日子。啥时候？快！嫂子在家肯定啥事没有，咱哥俩挣完钱就回来。谁呀？啊，是我，厂长秘书。我来找李川。哎。哎，你好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。您坐吧。你们家挺板正哈。你看你，哎，我给你倒个热水啊。哎，不用麻烦啊，我找李川说句话就走。哦，那个川不在家，你看他，你要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。啊。哎，你这四五个月了吧？我这马上足月了。啊。那跟你说，你能做主啊？我能。啊。一个好消息，工厂的贼呢，抓到了。哎呀妈呀，那我们补偿金。这是坏消息，补偿金没有。用啥呀？因为根据你们当初和厂长的约定哈，你们抓到贼，才有补偿金。那那贼是人家抓到的，那你们的补偿金就没了吗？哎，但是啊。厂长呢，托我给你们送个温暖啊。收下了呢，就别再去找厂长了，他忙。嗯，就你没啥事儿是吧？我就走了啊。告知他啊。